太极，无极而生，以至万物化生。太极的一朝一事，一板一眼，都如同此地的街坊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。如今我在印象太极任职，弘扬陈氏太极是我毕生的追求。太极拳对我来说是传统也是传承，我从小在大城市念书，接受新思想的熏陶，如今回到印象太极任职，希望带来不一样的思想。